这碗水母的伊的 iPad Air 开箱文，这位美国来的哈，美国背回来。情商外国人士。是这位美国背回来哦，不是台湾的哦。哦，这嘛，这刷的够有了嘿呢。开玩笑，这有六关税啊，高水哦。iPad Air， 你看我媳妇拢用较好，啊，我拢用较歹的。无啦，这人生第一次。伊不爱用的，叫我用。不过一定予某咪人先提起试用，嘿，用到差不多，才轮到我。什么？我是在给你安装呢，我是给你安装新的 APP 呢，我负责给你安装好势，予伊用，安尼予伊用到足欢喜的。好来，这台较旧的，这台你看我拢用旧的来。这台是旧的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小。哦，你看，那个上面那一台有点发黄的，那个当然就是我的了。小一点点。哎，小一点点，而且比较轻哦，比较轻啦，轻足多的，但不是比较轻，而轻足多的哦。哎呀，你看安尼，你看我们水母拢用较好诶，好安尼。多谢收看，这个是 iPad Air 开箱文。